说的，小心啊，海哥。他说交通部说什么东西，我们刚没有听到。明年可以交通车。明年通车高铁，高铁明年通到这边。对。可是我们这不是今年年底就要农博就要来了吗？高铁没有再配合你农博。哈哈，这样是。啊。那他讲那个那个通车有什么关系？我昨天来的时候，这个还没有打掉，所以这个东西每一天都在变化当中。这是高铁预定地，对，因为现在已经在收尾了，所以很多工程，我们最晚工程就是11月21号以前会把它 final 起来。所以现在大家都在，所以现在看六日他们都在赶工，想要把赶快把它收好这样。嗯，我的设定是不是有问题？哎。